干啥呢？啊！我说你一天天的，能不能让人省点心呢？啊！别收拾了，烦死了！是谁不让谁省心了啊？你这一天天的只知道玩游戏，工作也没有。我每天下班回家得做家务，还得收拾你这些破玩意。 我已经忍耐到最大的限度了，你还嫌弃我来了？又没叫你收拾是吧？啊，这邋遢它是我的习惯，我爱咋咋地。黄大黄，自从结婚后你这人就变了啊，工作辞了也不出去找工作，这也就算了。 整天还拿着我的钱出去跟你那些朋友喝酒打牌玩乐，你还要不要点脸呢？怎么的？啊？我就喜欢这么做了。你要是处不下去啊，那就离婚。离婚？这两个字亏你说得出口啊？ 为了这个家，做牛做马，任劳任怨的，都不敢提这两个字。你竟然跟我提离婚，你有种，离就离，谁怕谁呀？反正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你不想处啊，那就离呗。唉，多简单的事。 真跟姐夫离婚了？反正是他提出来的，我为了他付出了那么多，我都没有提出来。他就是个混蛋！这姐夫太气人了，难道他都不能体会到你的辛苦吗？ 我得找他去。哎，大叔，你找他干嘛呀？要个说法，这婚不能说离就离呀！我得给姐找个公道。哎，大叔，大叔。 怎么是你呀？你咋来了？我来看看你，还没活着。活着呢，而且活得好着呢。你看看你这地方啊，有一点生机吗？ 这叫男人的天堂，我进来，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还天堂呢？啊，有事吗？有事。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，现在的离婚率还挺高的。 我姐这么喜欢的人，
哪里还有？我就想不明白，一个女人能够宽容你、忍让你、体谅你，说明她爱你。你凭什么动不动就跟她说离婚？你还算是个男人吗？爷们儿？我乐意。而且，你管那么多干嘛？你又不是我妈。嘿，我没想管，我是来代表我姐来跟你谈话。而且，我现在话已经说完了，你爱听不听，没人管你。但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继续这样窝囊下去，无理取闹，我李大叔打心里就瞧不起你。